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Kelly， 今次带大家食几间放题，仲有好多超值优惠添。首先带大家食大闸蟹同片皮鸭放题啦，可以任食清蒸、盐油焗同埋花雕蒸大闸蟹，入面有超多蟹膏，香滑甘甜。每位再送一隻冻食花雕醉蟹，食落阵阵酒香。连片皮鸭都系任食噶，鸭肉充满油香。放题每位送蚝皇鲍鱼花菇，仲有圆中裸头花胶炖汤。另外可以任食生炒腊味糯米饭，甜品都系任食噶，有杨枝甘露、柚子糕、姜茶汤圆等。跟住去佐敦食点心放题，78蚊就食到啦，可以任食超过50款点心，每位送半隻红烧乳鸽，点心有蟹子烧卖、虾饺，仲有怀旧猪润烧卖、盐西牛肉肠粉。这个爆浆奶黄包流心效果超澎湃啊！小菜有口水鸡同埋蒜香牛柳粒，必是招牌避风塘狗肚鱼，炸得外脆内嫩。另外自助小食吧都系任食，有韭菜猪红、咖喱鱼蛋萝卜同埋碗仔翅等。最后去观塘食串烧放题啦，串烧有30几款选择，最便宜148蚊就食到啦。逢星期一至四黄金时段仲可以任食多1小时添。无烟串烧炉有自转功能，够晒方便。试下澳洲牛柳串先，口切牛舌粒超香口，串烧烧卖都唔错噶。海鲜都可以任食，全部即叫即烧，有鲍鱼、蒜蓉焗带子等。熟食方面有和牛汉堡同埋软壳蟹汉堡。可以入内文睇地址同优惠啦。Yoo-hoo!